are now in Shenzhen. Cheers! 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开始在深圳见客户了。Kiki 也刚来了，你昨天来了。我们现在是中午12:40，然后今天早上第一个客户呢非常非常的飒，是一个女性，然后呢是从香港专门坐车来见我合照，然后呢也是网友啊，在网上关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就是特别喜欢我们团队的这个 energy， 好酷的一个人，像那个香港电影里面走出来的一个角色一样。那他呢也是接下来就会成为我们的这个房东了。明天去广州见客户，我们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都是在深圳，就是地标型的华润大厦里。然后周六的话呢，我们会去香港去见一下客户。周日的话呢，我们再去一下广州。本来是定的是周日飞新加坡，我们可能行程要延迟一下，要么就是周日晚上，要么周一去飞新加坡去见我们的客户。It'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. 我把我们的静雯给捡过来了。我们去办公室把 Kiki 介绍，然后我们就去吃饭了。我们现在就是饭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在餐厅里面，我们现在做一个